四洞全开锁一波，帮我锁。啊，你这边帮我锁，嘿，你那边帮我，你那边还没好，按下去，按这个锁，嘿，好，看会不会跳一下。这一台很深呐、啊，都要有臀到比较会跳。有没有机会跳一下？我每次打都这两个洞比较会跳，很神奇。这两个洞他都不给我跳，看一下这两个洞会不会给我跳。下一趟这边没跳，再慢慢点。有时候都要五万、七八万、十几万才跳，怕爆。出来了，准备分数归零。我这两个洞都没跳过，很奇怪，很想测试，每次测试都不会跳，危险危险危险，要慢慢点了。怪就是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好，你再帮我四洞，我等一下给你，这四洞没跳的话就吃力了，干，还是要六洞才会跳。你再帮我锁一下，谢谢，给个年轻人机会。好，换关。激活。换关前跳一下吗？还是下一关跳？下一关跳。没跳，下一关看会不会跳。这个如果去打河豚就跳了，压个500-1000趴应该就跳了，因为这台比较深呐、啊，它有时候都有高倍数，给力的倍数。所以你放假放完了还是还没？我放了。有时候换关，换关就跳了。换关的前三趟啊，有没有机会呢？希望不要太晚跳啊，不然这台真的很恐怖。这台我会怕，我很少在玩这台，怕怕的一台。但是这一台我蛮多次都有敲回来，凉凉，变一颗球啊，1500炮、2000炮变一下，有时候这个炮数就可以暴击了，很猛。然后这个看起来危险哦，危险了，凉凉哦，要全部归零哦，剩这边而已。准备慢慢点点看了，凉凉，凉凉了。
跳不起来了，导电，跳起来了，有没有机会给力的元宝继续丢起来？暴击一下，兄弟！碎啦，元宝一直丢就是这样，不要停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继续丢，丢起来！碎啦，丢起来了啦，猛起来了啦！元宝，元宝，不要红包。元宝，元宝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你很猛，很猛的财神就是你，猛猛的，不错不错，暴击成功。等一下再连跳就嗨了。财神跳起来，还有没有机会暴击嘞？之前那台旧财神。压我很多，哇，这个太烂了，烂到没朋友，看来是没货了哦。